新竹县警察局关西分驻所已经有103名案结案，在民国90百年间下，文件政府文化局停留做烟丁古迹，为了加快完成第三期的修复工程，行政院副院长张文灿今日去镇公所谈建报，对经费补助的部分，还会再沟通分驻局来答合。正从新工材老行军人副院长陈文灿领导人做修复工程建报，一栋分驻所系在1920年完工嘅，因为建筑保留了日本式嘅风格，所以到14年前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等留做暂停古迹过后，一下搬迁提出第二期修复工程，最尾第三期盘工摊上了重手，希望做得整齐，经费得到补助。已经有进行两期的完工，还有第三期的。那目前出屋的经费是要6220万哈。关系分驻所系伫境内中正路、老博爱路、岔路后顺头，外形系用中世界广建风貌内韩国加强砖粗盖建筑。分驻所嘅范围系新竹站内保留规模最大、最完整嘅建筑生活空间，所以第三期修复工程特别重要。关系分驻所的文资修复哦，就请文资局。跟关西镇公所协商，看第四期要怎么推动。那前面三期有经费不足的部分，要怎么分担哦？那再协商一下。关西镇公所考量到行路沿、行地东岸古桥界安全，硬意先增加行沿界专用途。对了，文字局讲，这下古桥不能等了做人天古迹，系讲到桥面加起嘅部分，需要绕墙增加豪宅来俯瞰，漳州的人天桥体范围。下个新闻，我们由新竹关系报道。